主料：海带500克，香干100克，生姜5克。辅料：生抽15毫升，盐5克，糖10克，葱花5克，麻油5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把海带洗干净后放进锅里，加入生姜少5分钟，取出沥干水分，把海带放进半碗里，加入盐、生抽、葱花、麻油、糖，最后加切成条的香干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海带煮熟后取出来，一定要沥干水分，因为后道工艺还要加生抽、麻油等料，要不然汤水太多拌出来不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